被客人怎么不让？小姐，你可以不用这么激动。你是谁啊？你不必管我是谁。你知道你花这么多钱买这辆车，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吗？叫倒车辅助系统。倒车辅助是什么东西啊？Reversing assistant. It remembers the last meters that you drove forward to get yourself into a narrow spot. So once it's time to leave again, you just switch it into reverse and activate the reverse assistant. It navigates you comfortably back out exactly the same way that you got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hile you take care of the accelerating and braking. It's like a personal co-pilot who's always ready to jump in and help out when you need it. 首先呢，你先打到 R 档。我们看到你的画面，在最右边出现了倒车辅助功能。嗯，按下去。好，打勾了，对不对？嗯。这个时候呢，请放开你的双手。放开双手。对，然后先踩一点点油门，踩一点点油门，一点点，让它车先动一下。可是你脚要维持在刹车踏板，就让它自己倒车，倒车。哎、欸，哇、wow、哦！还可以，还可以，还有十四公尺。哇，连几公尺都知道。对，成功了。这么神奇。可是呢，像刚刚你的车其实是比较靠近路口的，嗯，那我们稍微倒车让它一下，其实就过了。不过也没关系，因为你的车有这个很好用的功能，它帮你倒车倒得好好的。试驾已经结束了，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玩一下这个所谓的智慧语音助理，玩一下语音助理，听起来怪怪的啊，不管了、啊。好，那来哦。BMW 你好，孔先生您好，你怎么知道我是孔先生？你好厉害哦！嘿嘿，谢谢。那 我再问你，我这辆车卖多少钱？目前是275万元新台币。哇，有点贵。那你会建议我买吗？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 Mazda 6 Wagon 加一台 MX5。马自达。这声音越听越像安迪的声音呢，你怎么躲在这里？